到这歌声还有节目片段，肯定会勾起不少人的回忆。在那个歌唱选秀节目红极一时的时期，杨倩时可是讨论度超高的明日之星。当年杨倩时的实力受到两岸三地评审极大肯定，大家还封她是灵魂歌姬。其实杨倩时在学生时期就是歌唱比赛的常胜军，毕业后她成为电信公司业务，本以为再也和唱歌无缘了，结果27岁那年在朋友的说服下参加选秀节目，人生路从此改变。对，但她讲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很想要去，我想说我已经在工作了，然后参加比赛感觉就是比较这种学生然后追梦的感觉，所以但他很坚持，因为他知道我很爱看选秀节目，然后也知道我爱唱。果然杨倩时的好歌喉马上就引起轰动，就当所有人以为杨倩时一定能大红大紫时，现实世界却往往没有想象中美好。我就觉得比赛好像还算顺利，所以我就想要专心比赛，我就把工作辞了。才刚辞了工作，结果我就因为在台上太紧张，然后忘词，大忘词，那一集刚好就是淘汰赛，所以我就淘汰了。我就想说，哇，怎么办？我是该去把这些工作再求回来怎么样？但很快的，好险，就是制作单位说还我们他们还有一个复活赛，所以我又进了复活赛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那时候的确对于歌唱有很大的信心，因为你得到了很多的关注，然后得到了很多的掌声，然后也有很多的机会，就是别人请你去表演。我以为就是这个路是可以很顺利的，一直到后来其实有签进唱片公司，可是却也没有出专辑。这样有一度有点像是那种，就是你在起跑点，然后你是短跑选手，你一直在等，你也就跟别人一起在等，然后等那个枪响，但是那个枪就一直没响，然后你就一直在那边，你就在那边好像蓄势待发这样子。然后那个后来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可能枪就是没有要响。我后来其实又虽然进了唱片公司，可是又参加了别的电视上面的比赛。那对我来说，其实我那段时间是蛮煎熬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想要参加比赛，我已经度过了一次蛮煎熬的比赛，然后我不是很想要一直在处在那么高压的状况。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很低潮，就是觉得说自己都没有进步，就我觉得我在舞台上的表现，我觉得没有我想象中我期望自己达到的那样，那还要一直让别人打分数，这对我来说很煎熬。就是我就低落到，就是上台前我真的会发抖到很夸张，就是快要没有办法唱歌这样。对我来说，其实从进这行之后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跟现场观众的互动。然后那我上台的时候，我太想要表现好，我又太希望让大家开心。然后可是我下台之后，如果他们的反应没有我的预期的时候，就会很沮丧。我就会觉得哇，我可能譬如说今天哪边又讲不对了，话讲不对，或者是问候的不好，这些每一个点都让我下台之后会一直不断的检讨自己，跟会觉得低落。就是我后来发现我其实完全没有给自己拍拍手。我后来一直在寻找那个方式，就是我不要太去 care 说我这个东西我哪一点有没有做到完美，而是
我自己找到我在音乐里面很开心，我唱歌就是很开心的。所以我后来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调整自己，就是我要看到我自己好的地方，也看到自己的不好，但是要可以接受，就是我如果自己可以接受我自己，那我下一次就可以，我就知道我哪里可以再更进步，很健康的去进步。出道至今十多年了，杨倩时依旧在舞台上努力着，这过程似乎也是一趟找回自己的旅程。虽然这些年还面对父亲病逝，母亲也罹患乳癌，但聊起这些人生考验，她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。或许乐观爱笑的杨倩时相信，所有的考验都是生命中最好的安排。人生考验本来就很多，我现在就是我觉得考验可是就是让你成长。接下来的话，我就希望把这些年或是最近的一些在生活上面的感受整理，然后把它用歌曲表达出来，然后很真实的面对，然后也唱出来，让别人知道说他们不孤单，完全没有后悔过，因为唱歌还是我一生最爱的事情。就这些年虽然有高有低，也曾经很低潮过，曾经别人对我有很多的期待，我自己也对自己有很多的期待，也曾经怀疑过，哎，为什么镁光灯好像没有照到我这里？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你可以为自己点一盏灯，就是你点亮自己的那盏灯的时候，其实你也照亮别人。想念最深情，但却最独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